都知道，每个人都会有到超市选购商品的经历。看到商店里琳琅满目的商品，大家可曾有这样的感慨？商店的品种这样多，商店到底是如何管理这些商品，来确保它们信息的准确性呢？这其实就要归功于商品条码了。商品条码是由国际物品编码协会规定的，用于表示零售商品、非零售商品、物流单元、参与方、位置等代码的条码信息。具体的说，条码是由一组规则排列的条控组合及其对应的供人识别字符组成的标记。商品条码的符号特征有：一、条码符号的整体形状为矩形，由一系列互相平行的条和控组成，四周都留有空白区。二、采用模块组合法编码方法，条和控分别由1到4个深色或浅色的模块组成，深色的模块表示一，浅色的模块表示零。三，在条码符号中，表示数字的每个条码字符仅有两个条和两个空组成，共7个模块。四，除了表示数字的条码字符外，还有一些辅助条码字符，用作表示起始、终止的分界符和评分条码符号的中间分隔符。条码符号可设计成既可供固定式扫描器全向扫描，又可用手持扫描设备识读的形式。六，条码符号的大小可在放大系数0.8到2.0所决定的尺寸之间变化，以适应各种印刷工艺印制合格条码符号及用户对印刷面积的要求。了解了商品条码的组成，我们再来看左边的图，这些都是一些典型的商品条码。大家是否有观察到，商品条码的组成及位数是否有一定的特点呢？其实，世界上常用的码制有 ENA 条形码、UPC 条形码、25条形码、交叉25条形码、库德巴条形码、39条形码和128条形码等，而商品上最常使用的就是 EAN 商品条码。ENA 商品条码也称为通用商品条码。由国际物品编码协会制定，通用于世界各地，是目前国际上使用最广泛的一种商品条形码。我国在国内推行使用的也是这种商品条形码。EAN 商品条形码分为 EAA13 标准版和 EAN8 缩短版两种。EAA13 通用商品条形码一般由前缀部分、制造厂商代码、商品代码和校验码组成。商品条形码中的前缀码是用来标示国家或地区的代码，前缀码由2到3位数字，X13、X12 或 X13、X12、X11 组成。ENA 已经将690到695之间的数字分配给中国物品编码中心使用。制造厂商代码的赋权在各个国家或地区的物品编码组织。我国由国家物品编码中心赋予制造厂商代码。商品代码是用来标示商品的代码，赋码权由产品生产企业自己行使，生产企业按照规定条件自己决定在自己的何种商品上使用哪些阿拉伯数字为商品条形码。厂商识别代码由7到9位数字组成，由中国物品编码中心负责分配和管理。由于厂商识别代码是由中国物品编码中心统一分配注册，因此，编码中心有责任确保每个厂商识别代码在全球范围内的唯一性。商品条形码最后用一位校验码来校验商品条形码中左起第1到12个数字代码的正确性。在刚才的介绍里，我们知道了商品条码应该有13位，其中有一位是校验码。那么，我们再来看这样的一个例子。左边的几个商品条形码中，除了第13位的校验码不同外，只有一位有差别。那么，每个左边的条形码到底因为何因与右边的条形码有关联呢？校验码又是如何体现左边条码的正确性呢？让我们来看一下计算的过程吧。校验码的计算，我们举个校验码计算的例子来做说明。步骤一，由右向左的顺序编号。二，从序号二开始，求出偶数位数字之和。三，求出的和乘以三。
从序号3开始求出奇数位数字之和，将这两个数字相加，用大于或等于结果4为10的最小整数倍的这个数减去4，用大于或等于结果1里为10的最小整数倍的数减去4，其结果即为所求的校验码的值。通过以上的计算，我们知道了商品条码的组成和计算过程。那么，编制商品条码应当有怎样的依据呢？总体来说，商品条码编码原则包括3个：一是唯一性，二是无含义性，三是稳定性。综上，想必大家已经了解了商品条码的基本属性。我们来思考一下，商场、超市在很多特殊情况下也会有商品条码，但是其编码方式会有所不同。请大家思考，不同的环境下都有哪些不同类型的特殊编码方式？它们的编码又如何体现商品在超市里的状态或者是特点呢？